啊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ick 大叔哦。那今天就在家里开箱这个目前在便利商店可以买到的，偶尔有啦哈，超级巨大的金沙哦，应该是甜点人的美梦，然后不爱吃甜点人的噩梦哦。啊，可以看到哈，这个是原本大小哦，这个是巨大化的哦，大概差了至少有10倍以上吧，10倍到十几倍哦。好，那这个是295块哦。那现在就给它拆了哦。好，那这个就哈哈超巨大金沙哦，看看上面写什么，弄到英文看不？好，转一圈看看好了，什么都没写，啥都没写哦，就可爱加漂亮了哦，好，那现在就打开看看这样。这真的很巨大哦！咦？现在这样拆就有点丑了。好，等一下。好，那现在就差不多快要拆好了哦。哦，可以看到这个简直就是大球对小不点哦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。这吃完应该热量也超级高哦。好，那实际上大小我的拳头比我的拳头还要大哦。有点看起来有点像扭蛋，好，那我先撕开再看好了哦，应该是这边有一层胶吧哦，好，胶已经撕开了哦，那就见证这奇迹的一刻哦，也花了好多钱哦，得了。哈，我好兴奋呐！哦，跟扭蛋很像啊。好，它就长这个样子啊。好，目前就长这样子。好看有没有？是不是？这如果这个是木星的话，那这个应该好讲。应该就是地球或小行星什么的哦，超巨大的哦，看起来像是另外一种巧克力哦，我拿近点看好了，机会难得哦，叫我再花一次钱再买一次，我看也不可能了哦，快300块哦，可以看到这个球比下面那一颗还圆哦。质地看起来很像乒乓球，或者是小足球之类的。然后，那这个它的原本的 size 就好像没有那么的圆哦。好，这个是原本的，不太会滚哦。然后表面有点丑。好，这个是295的超巨大金沙哦。各位跟我一样有很兴奋吗？哦。好，我听不出你们的掌声或笑声，这样。好，那现在就把它切开了。好。真是舒压呀！这。
所以这是怎样 ？surprise 吗？我要的巨大金沙咧，就只有这样子吗？破裂球中间，然后再两个小金沙是怎样？好，那这样我不太喜欢哦，跟我预期的不太一样。原本我以为会是中间也是实心的哦，这真的出乎我意料之外哦，没有想到中间是中空的啊、哦！哎，快300块，开这种玩笑。哎，好，那在这边这样讲，那巨大化金沙就不要买了，因为这样 CP 值很低哦。了不起，这样也等于一个4块5块吧？哦，哎。好，那我这边要抱怨一下了。那这样钱真的花不值得，哈哈，哇嘞！好，那就是虚有其表的巨大金沙，中间是中空的哦，然后中间再一个小小的球。好，目前吃起来就甜甜腻腻哦。好，就这样。空心啊，你是个空心的女人啊，骗了我的钱啊啊啊啊啊好啦，这个世界是这么回事哦，很多事情就是一个创意啊，也不能说他骗人，他是一个创意这样，然后只能看我们会不会去接受他。那大叔我已经先当了实验品哦，那就看各位看官有没有兴趣买这颗球哦，然后他是空心的哦，这样子 CP 值不太高。好，那就跟金沙原本的味道一样啊，只是说就是一个壳这样。好，那个人不太建议你们去买啦哦。但是如果说你想要给女朋友一个惊喜啊什么的哦，可以买买看。好，如果你想要给人家一个惊喜，好，那想要买的人就祝你购物愉快。好，拜拜。好，今天就这个就是巨大化金沙球的这个开箱文哦，好，拜拜。